《无证之罪》自9月6日在爱奇艺独家上线以来，凭借凌厉冷峻的画风，突破传统的叙事架构和稳扎稳打的剧情节奏，更加贴近美剧风格的同时，也点燃了众多用户的追剧热情。截止目前，上线四集，播放量轻松破亿。爱奇艺将创新与现实紧密结合，关注社会敏感话题的同时，使作品更具时代感。此举在《无证之罪》的创作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作为首部社会派推理剧，《无证之罪》在保留严密推理的基础上，更注重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，撕裂现实，并将公之于众，用直击人性的鞭挞拷问现实，进而引发用户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反思。